这个牙签所指的就是我们得到的材料，这个黑点。然后它在屏幕上显微镜下是这个样子，我们先把它放大一点。这个是一个乳铁硼磁体，然后我们把这个乳铁硼磁体放在它的材料的下面去看这个材料的反应。这个可以直接伸到这个材料的下面去。找一下位置 ，OK， 找到了。调一下焦距。我们磁体现在在这个样品的正下方，离得很远。我们现在磁体缓慢地靠近这个样品，可以看到它竖起来了。我们在远离这个样品，然后它又掉下去了。我们再靠近这个样品，它又竖起来了，然后远离又掉下去了。然后我们把磁体换个方向，然后再放到它的下面去。我看到它贴近之后，它这个样品片又竖起来了，然后远离就掉下去了，然后再靠近它又竖起来了，然后再远离它又掉下去了。我现在直接在下面换一下磁极的方向，可以看到换了方向之后，它依然是赤壁，然后靠近起来了，然后远离掉下去了，再靠近又起来了，再远离又掉下去了。起来了，掉下去了，起来了，掉下去了。就是我们无论是 N 级和 S 级，它对这个片儿的作用力都是赤力。